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小伙伴们，在奥利维亚入场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奥利维亚的身后有城堡？而这个城堡，那么它属于谁呢？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中打出222，你将会看到城堡的主人。我们发现这个城堡它渗透的光芒是橙色的，没有错吧？你们看第四个城堡里面的颜色也是橙色的光芒。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驱魔人凯斯特和这个城堡的关系是最大的。你们看他手中敌的这个灯笼发的是橙色的光芒，没有错吧小伙伴们？并且我们发现驱魔人凯斯特这个橙色的光芒刚好可以对得上身后的这个城堡，因为身后的这个城堡它共计有三个。有没有发现在它的身后1、2、3发的光芒都是橙色的，第四个城堡也是橙色的光芒，所以其实凯斯特才是这四个城堡的真正主人。